全部动员。高雄市古三区各里的社区志工全部动员，只因当区并没蚊，指数变高。一走进社区空地，立即发现这里堆满水桶。这里都有水啊！那个病媒蚊指数以及阳性容积率啊，有畜生的这个现象，所以尤其是古山区呢。那么阳性容积率呢，有13.77个，那么上升到23.03。不仅民众的盆栽底盘有积水，就连废弃轮胎，甚至屋檐以及路边不起眼的帆布，都存在病媒蚊幼虫。就老水啊，对，类似这些破旧的房子，还是要他们就有说就没有。唯有将户外水桶倒放，随时清除积水容器，民众得提高警觉，才能够杜绝病媒蚊指数增加，杜绝登革热疫情。大爱新闻高雄综合报道。